看人质是吧？啊，那我给你看人质，我的60万什么时候来啊？先生，你让我看到人质之后，我这边会联系银行那边去提你的款，好吧？那要多久？要多久？太平洋银行的话，10分钟以内吧，10分钟。有了，我只给你们5分钟，我给你们看人质，5分钟以内，钱没有到位，人质直接开花。真的明白吗？你把他带到正门来，给我看一下吧。啥？跟你讲，阿舍，这个人质啊，刚刚不安分啊，我已经把他身上衣服都扒光了。所以你们如果有女警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请他回避一下，我怕有碍风俗啊。好，没问题，你把他带到门口来，让他跟我讲一句话，或者你给他大喇叭上。OK， 他能说话吗？我看到了，你能把喇叭给他，让他跟我说话吗？跟你讲啊，他嘴巴刚被我揍两拳啊，他现在讲话听不清楚啊，不用听他讲话啦。好 ，OK， 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你带他回去吧，好吧？我这边联系，然后就是把你这个给你调遣，好吧？不要虐待他啊！不要虐待他。哎，外面的警官，我跟你讲啊，5分钟啦，啊，听好，5分钟，钱必须到位，不然他会头脑就开花啦。阿哲，我跟你讲啊，这5分钟你们最好乖一点啊，不要在外面搞些有的没的小动作啊。跑来跑去我就紧张。长官呢？那个谈判官呢？叫我们等钱，阿仁呢？这边外面计划什么东西啊？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你稍等，我在跟他们联系，给你调遣，你别着急。你让他讲的话，我就听到了，我们不会轻举妄动的，好吧？别激动啊。OK， 我暂且相信你啊。等下钱来，把我放在一台车上。停到门口，屁股朝车，那个银行内部，了解吗？
哎，叫你们那外面的警察不要在那边跑来跑去啊！这样说几遍啊！再给我跑！不懂话是不是啊？二十二，你们剩2分钟了，全世界会不会到位啊？那个警车在这边动什么动啊？车动是因为蛆太多了，容易就是碰撞到，先生。还有你掉钱的东西不是由我们决定快的，是说要啊！去银行去讲。不要想到银行后面啊！我已经拿东西挡住门口了，你们不用多费功夫啊！哎，我们约定的时间都快到了啊！我要的钱呢？自己的性命不值钱吗？你们要多久啊？兄弟，调钱也是需要时间的，这东西他妈银行有系统的，好不好？别着急。刚刚都跟你讲，给你四五分钟了吗？
要要，就 EMS 到达之前一样先救。黄蜂大米先死亡。去去去去。只有洗马术。把医疗包放下，你要看着他吗？好，让我先去支援。上车，上车。行啦。把他带到路边来。好，就是。哦，住房，住房。